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王湘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第四届钻石杯中国围棋龙星战八强赛的一局，由陀嘉熙三段对陈耀烨九段。那么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去现场看一下。请在场的所有人员将手机关闭或调至为静音状态。本次比赛采用最新中国围棋竞赛规则，比赛用时为每方30秒，每方有10次一分钟自由支配时间，超时判负。开赛后10分钟为新闻媒体自由拍摄时间，10分钟后请自觉退场。请两位棋手拆线。第四届钻石杯全国围棋龙星战八强赛现在开始。现在比赛开始了，是这个现在画面当中的是陀嘉熙三段，陀嘉熙的黑棋。现在是画面里的是陈耀烨九段，两位都非常的年轻，都是这个90后的，应该准确说是鲍一辈的，比较代表人物。这个陈耀烨目前是等级分排名第一，陀嘉熙三段是等级分排名第三位，两位都是非常的有实力。陈耀烨落子，龙星战是这个30秒一步，基本上在30秒之内要下一手棋，如果过了30秒的话，就需要延时1分钟，用掉一次。陀嘉熙三段棋风应该说相对比较沉稳吧，大家都喜欢叫陀老。好，陀嘉熙落子。现在是顶镜头，黑棋下的是中国流布局，看来是现在下了新小目，接下来有可能是中国流。陈耀烨还在考虑。他下了一个这个小目，好像是一种抑制黑棋中国流的意思，希望黑棋去挂角，然后可能会形成双方都没有准备的布局。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是请到了邵伟刚九段为我们一起讲解这局棋。邵二你好。哎，王湘云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大家也看见黑白棋的双方是黑棋陀嘉熙，白棋是陈耀烨。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棋局的进程。好，那就跟着他们的进程了。对，下了一个小目。中国流。这个陀嘉熙下这个中国流的话应该是有备而来，特别是竟然不挂角。对，就白棋的意图已经好像就是等着你来挂 了。对，所以也可以看出来陀嘉熙的话是对中国流是相当的偏爱。对，情有独钟啊。无论你这边的白子怎么选点，我这边总是要下中国流啊。那作为以不变应万变，对，作为陈耀烨的话，他显然对陀嘉熙也是相当的熟悉，对，他也有过准备，他也能感觉到陀嘉熙的话总迟早是要下中国流 的。那么我这边怎么配合，我觉得他是已经可以说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说他这边故意先露出一个像那个应该是面向黑棋的一个小目。对，他现在是他也认识，怎么说呢，他也感觉到陀嘉熙的话他一定会中国流的。对，他就给自己摆一个好造型。是，现在是挂角。挂角，这黑棋这个中国流完了以后挂角，白棋大概是飞的话，他实战就是这样。这样的下法
怎么说呢，跟以往的中国流是不太一样的。嗯，好像就是一般是现在更多的都是一种变形的中国流。对对对，以往的中国流的话是要走大模样，等于说是发挥自己的先手的一个效率。嗯，而现在中国流的话更多的是一种造型啊，对吧？先摆一个造型，完了以后这边的话在白旗的下法的话似乎跟这个中国流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嗯嗯，所以说这也是90后棋手对中国流的一种新的理解吧。嗯嗯，好，现在白棋是挂角了，挂角还没有选择在这边继续应。对，这边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应法，比如说是加尖的话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些下法。嗯，实战挂角那就彻底的先控制一下中国流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嗯嗯，这个多半是单关了，他现在跳了，对，已经下了。这样的布局，邵老师，您说从就是陈阳烨的角度来说，他是不是想下一个都不怎么擅长的，就是不怎么经常下的？嗯，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应该是陈阳烨更有准备吧。哦，嗯，但是沱牙棋的话，拿黑棋的话是有所准备，但是我觉得陈阳烨能选择这个小目的话，然后又走成一个无忧角的话，我觉得陈阳烨对沱牙棋的话棋风还是相当的了解，特别是布局的套路是相当了解。是他们俩的话也是队友啊。对，是这个中信队，北京中信队的，对，参加了一家联赛。嗯，那平时肯定就是相当的了解了，相当了解。嗯，彼此的话肯定也是互相猜了不少棋。嗯嗯，这个时候是否尖，这是一个疑问。那就要先尖这个吗？如果尖的话，相对来说白黑的话是比较注重实地了。嗯，哦，就先把角地拿了。尖了。所以现在的中国流更多的是一种造型。是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发展模样的一个构思。嗯，接下来是不是会下边呢？尖这个也是可以下的，一手棋。一手嗯，猜这个可能性不算太大。为什么？猜完这个，那黑棋白棋这个形状应该是不错的形状。哦，正好对着白棋的这个角。是。他没有下，还没有下考虑。其实现在重点也就是这边和下边。是。上边和下边选择一下。显然沱牙棋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这样的格局，整体的下法更多的是一种随机应变。嗯，而不是有所准备。对，所以他就斩缓落子了。考虑一下在现场的画面。嗯，陈耀烨已经把西服脱了。对，把外套脱了。这是沱牙棋三段。其实沱牙棋的水平或者实力的话不只是三段，但是他一直没有打段位赛，可以说对，他就等于是不参加段位赛，等于是放弃了从段位赛升段的这个途径。对，因为这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他希望自己通过跳龙门的方式获得更高的段位。是的。他现在是拆了下面，拆下面。我们回大盘看一下拆这个也是怎么说呢，不常见的一手吧。要不就是感觉会拆中心点，对，中心点，要么就是这里就打散，比如尖角之类的。去地猜似乎有点，他好像那个想法是，对，我也是这样想说。他想又想要顾及这边，同时又想要拆的那个好像是有下一手要拆的样子。而且似乎有拆这的心情。对吧？这个点本身就很大很大，因为实战是挂角了，挂进去了。其实我觉得猜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为什么呢？其实此时白棋是不担心他守这个的啊。如果是围控的话，白棋那么就要跟他对围吗？是要跳到上面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可以倒着推理，对吧？黑棋此时绝对不会单关这个啊，是肯定要扩张，是吧？这样一说就明白了。他一先守，那白棋猜这个没问题，肯定是要控制住黑棋的模样。那么黑棋如果这时候再猜这个，那也是很容易还原的。是。所以作为白棋来说的话，他是完全是不担心黑棋单关这个。是。就是拆一个也是一手。对，实战挂角。那更多的是打散。同时是不是也是一种自信呢？就是你走了这个，我依然要进去。
但是就值得商榷这一步。因为它虽然窄一路的话，如果你还是挂脚，那作为黑棋来说的话，他是不担心的。他是不担心。是的，他也希望这样。当官。当官。拖。拖。搬。这十三。陈耀烨更多的是想把局面简化了，是吧？那大致就退 了，对吧？因为这边也没有特别的好棋。靠的话，正好这里是虎口了。大家退了一个。就是准备把这里打散。黑棋多半是要长的，长到脚上。但长的话，他一拆，其实也可以考虑。这个其实的位置也是不错的。是，守了一个。守了一个，比如说他再跳起来。这样白棋就没有那种靠的那种心情了，没有。它显然有点重，因为它这个悬点还是不错的。现在看来的话，是已经等在这儿一手了。我看一下实战。哦，它是点的。点。点上去了。这个实在是不懂双方是否在这有研究。可能黑棋的想法是这里有一个子了，这里也不怕加。会不会是这样？是，比如说加的话，压退。对，加的话他就可以虎，是吧？如果冲的话，冲过来打吃，粘上。这个白棋的气势不够的。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那么黑棋是有点勉强的被藏出来的话。白棋可以出去。是的，现在这里等于是有一手，有一手，那么不怕这招。感觉上黑棋是充分可战。白棋这黑棋的子比较多，这里对，因为黑棋在这边的结构是不错的。棋形的结构。那么下一手会走什么呢？所以双方在这里是都在打没有把握的战争。我觉得从技术角度来说，当然是都没有问题。但是从战术角度来说的话，也许双方都没有必要。因为其实在棋盘上，特别是在快棋比赛中的话，还是下自己比较熟悉的一点的棋局是比较好的，比较有利。是这样的一个战术。你看白棋也是考虑。咱们看一下他们的。是顶进头。其实这个时候花时间的话是有点可惜的。对，好像有点划不来。划不来。尖一个。这个尖是什么意思呢？尖也是先试探一下黑棋的应手，如果你挡的话，他就有扳的心情了。有扳的心情。我粘上。粘上。他认为这两个便宜了。就再糊起来，是不是会好？不明。为什么呢？就算现在搬的话，你再尖似乎也能尖到，似乎也是你的权利。他退了。这就他们两个人比较有共同语言，好像是。这个棋这退再虎这个打吃好像不是调子吧。不是很明白。这一串的一些下法。如果这个棋黑棋退，是不是感觉上被白棋便宜了一下呢？飞。他也没搬。说棋有点松，怎么白棋这边是有先手？现在白棋就出头。出头。那么黑棋感觉是要这一点是要走的吧？去追。挺大的。挺大的，不然他过去是不是有先手意味？这里就走一个。单跳是不是？这个也有一定的迷惑。有因为有点薄。有点薄，他以后点刺的话。这个棋形对双方来说都挺难，因为的确是比较少见。他们现在也没有，双方都在这个地方投入了很多时间啊。是。所以进入大家未知的局面的话，比的就是一些真功夫了。就是平时的积累了。对，特别是对棋形的了解。实战，我们再想想，
也可以想点办法。那么要不就直接拆，要不这个，要不就直接拆，嗯，是吧？拆一个也挺大的。嗯，就是拆到哪里有点一下子摸不准。拆大的，那跟气风有关系。嗯，如果比较撑一点的气风的话，那么就大的，对吧？嗯，是不是李师石的话就会做这个？有可能，他就喜欢撑的。对，有可能。哦，如果中庸一点、平稳点的气风的话，那么拆这个是没有问题。嗯，为什么拆这个的话，如果你打路，我是可以把你封住、封住的。嗯嗯，他实战就是拆了这个，拆小的。对，嗯，没有选择比较激进。对。那拆过了这个之后，白棋白棋这边似乎想走，稍微压缩一下黑棋。但是这边也不知道走哪个，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走这个的话，是有这个问题。将来被这追的话，是怎么一个化解的办法？如果要是粘，粘它冲，直接一冲。嗯，这个棋形似乎有点裂。嗯，如果虎的话，被这个一冲，这个冲裂了，冲出来。嗯，可挡住这一段，断就已经出不去了，好像是。嗯，打吃一长，打吃，再冲的话可以退，退。嗯，是。所以白棋在这边很想先给跟黑棋交换一个，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的棋形，所以上他实战就是碰了。嗯，啊，碰了，他这个刚刚碰 了。嗯，他就是先从这边看入手。嗯，因为这边不知道怎么下的话，的确是可以在别的地方先交换几步。嗯嗯，碰的话，碰这里会下。会不会二路搬呢？二路搬，看征子。嗯，咱们看看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嗯，这个征子现在暂时好像是黑棋有利。嗯，那可以选择搬这个。对，如果白棋断，断打吃，打吃，嗯，长顶吃回来。嗯，那么就是这个征子白棋怎么办？嗯，对对，现在是征不掉，所以那如果下到这里的话，白棋现在不会打，会引征吧？引征，嗯，会引征，但是怎么引法也不能引得太损。嗯，是吧？嗯，你如果掉一个，靠，掉这个，掉这引着吗？引着，引到了啊。嗯，但是万一我这么防守，能守住吗？哦，好像是。哎，好，守不住，没有，嗯，那我就可能跳出来反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下法。是吧？嗯，就白棋也许会这么引针。对，这里等于是白棋有一个先手。嗯，哦，实在是搬了上边，显然也是担心，担心这个。嗯，退，对，他也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来考虑。是，因为这个棋到后世的话，也许对这边的作战会有所帮助。嗯嗯，搬，白棋普通的选择了一个这样的定势。但总的来说，好像这个捞了这个地不算太便宜，因为的确黑的厚了还是有所价值。嗯嗯，哦，他还没有走，我们以为就把它给摆成这个样子了。嗯，但大致也就是这样一个形状了。嗯嗯，因为的确没有，没有什么太多变的。对，要不就推这个，推这个，嗯，接，那么就拐起来，拐起来补一个。哦，下面对，我现在有两个打入，我好像补一个，大致是这样补一个，但现在像这样的下法人比较少，我可能要进去吧。对，因为这个有点宽。嗯，他是跳了，跳，他还是跟我们刚才摆的一样。嗯，一样，跳完以后，恐怕是要点一下，一下，嗯，大致是，点一下应该是全力。嗯，他哎，因为如果先挡，嗯，圆。再点的话，白棋黑棋有可能不太甘心粘这个。嗯，也许直接又到这个了，走外面了，也都有可能。嗯，所以白棋有可能会先点。先点我没有反击，对，只好硬了。是，或者他会爬一下。嗯，哦，就是不给你，嗯，不给你挡到了。对，嗯，这区别大家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果是先挡完。挡完，他这个已经活了。他走这个的时候，你断是后手，是的，是吧？嗯，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那么断有可能先手，是，因为下一手的话是挤这个，粘上挡这个，嗯，这个黑棋是打劫活，如果白棋再强烈一点的话，可以尖这个，
并且局部是死的。是，所以这就是区别。嗯，它实战就是哦，黑熊爬。先爬。对。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样。对。爬完了。嗯。再看。再看，再粘吧。如果现在去靠这样子拱，好像不便宜。不便宜，没必要。如果靠这个，靠这个爬搬外面，这两个是至少得粘的。对，这个有点损。应该就是会粘。对，粘顶的话也是必然。如果走这个的话，那我黑棋也许会顶吗？还是搬出来？对，还有可能靠。是，顶这个也是有的。主要这手单关其实谁都不是很想下。对，关于它的价值并不是很大。粘上是这样，粘上了。啊，黑棋也粘上了。这个也是告一段落。白棋得补，如果不补的话，这一打路，不但这个空没有了，然后这三个、这四个有点薄。是。变成孤棋了。对，不但有空，少了一个，又跟厚薄有关系。现在是，那这一串等于是白棋落了一个后手。后手。目前的话盘上已经没有特别的一个大场了，那也是进入一个中盘阶段了。中盘了。现在可以选择的点啊，他还是走了这个很大。这个从视觉上看起来就很爽。黑棋要不围这个，要不就打入这个。打入是两个选择的比较大的大场。那显然这边或许会更大一点。所以选择这个扩张自己，同时也对白棋有一点进攻的意味。这应该是先手，不然这一被长的话啊，这里白的不活。虎一个，虎了是形状，形状也是正道。那么接下来应该白棋的眼位就还算可以了。对黑棋来说是扩张这个还是打入？打入，因为也就是这两个看上去最大也是最宽的地方了。哦，他是走了上边扩张。上边，同时他也是担心将来万一先走别的地方，白棋恶狠打入的话黑棋能不能拿住。他是有这个担心。所以并不是完全是要扩张，而是把这个得到加强。现阶的防守也是。对。实战就这个，那白棋他应该也不能任由黑棋就这样子去继续扩大吧。但同时的话这也还残留一个靠段。对，这个靠段有点麻烦。搬就一段。这里好像稍有麻烦。我是不是只能把那个子弃掉了呢？如果顶吃，顶吃被打下来，就破掉了。这里这不舒服。不舒服，看不到。提的话打穿，那黑棋肯定大成功，对吧？因为白棋虽然提个子，但是没有，还是没有活进。同时这边也是受伤。对，受伤了。就这样是实地损了。靠段。如果咋吃？黑棋就卡吃吗？有两种下法，第一是卡吃，对吧？如果不担心黑白棋藏这个就卡吃。提到这个，这样的话也是黑棋很满意。对，提了一个花。对，白棋虽然是连通了，但是这个损失还是挺大的。第二，如果取实地的话，如果取实地，那么就是粘打。粘上。粘上。这样就把这个子割下来了。所以这个黑棋的大飞还是很有价值的。它的下一手也很有力。很有力。所以下到这个大飞的时候，感觉上应该是黑棋比较主动的局面。先手效率，白棋是靠了两下，先加强。靠，搬。搬，这个搬吃得上去。应该单退吗？但搬的话，如果被白棋反搬一下，一些如果只能粘上的话，那么这两个交换是损的。对哦，就是好像没有必要让他在这边多一个。对。果然白棋它就是连班了。这个棋形就应该是连班的。对，这个退的话就变成后手了。这绝对不是退的。所以白棋肯定是翻这个。对，黑棋主要是不能长，这里留个穿。
飞机也似乎不能打这个吧，打这个人家包吧。对，然后被探到上面去了，这没得打劫，只有战。这真是，这去一场交换，没什么便宜的。嗯，好像在这边拼命走后也没啥意思。嗯，白棋黑白棋基本上就活了，是，对吧？这个有个野。是。嗯。这里没有什么反击。嗯，如果被白棋反扳一下，黑棋找不到合适的下法，那这个扳的话是有点随手了。嗯。但这是一个小地方。嗯。现在看他怎么下。基本上就粘上的架势。嗯。哇，他这个陈阳烨都是抱着脑袋下。嗯。嗯。哦，粘上。粘上了。嗯。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么这个拐和扳交换明显是帮助白棋出头了，是，对吧？嗯，如果以后将来这有个子的话，黑棋是可以这么罩住白棋。哦，嗯、对。等这两个交换完以后，这样子已经他的头在外面了。对，不太好封了。嗯嗯。希望他可能有点大意。有点大意。哦，进消了一个。消。实战，小战争。嗯。但是掉一下哈。掉一个，嗯。因为这个两个交换，白棋这个出头已经很畅了，所以说他可以大胆的侵入。嗯嗯，就是不怕你在外面走。嗯，是。那么黑棋是不是也就是防守一步的样子？黑棋取决于对这块棋的死活的一个判断。哦。如果认为这块棋薄的话，那么黑棋显然应该是攻击的。出头。出头。嗯。如果认为这块棋挺强的了，那么应该是防守。防守。嗯，是。所以说进攻和防守，取决于就是对，对方子弟的一个厚薄的一个判断。嗯。嗯，其实也是很容易掌握，对吧？嗯。如果对方厚的话，我就进入防守状态。对。如果对方薄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出击。对。就主动出击。是。他实战就是判断这块是还是不好弄的。对，不好攻。补上了。嗯。那接下来白棋会走哪呢？嗯，就感觉头绪也确实蛮多。嗯，因为这里白棋似乎也没法应，如果应该这，现在好像有点损。对，走这个好像落后手不太肯。嗯，对吧？嗯、如果尖这个的话，黑棋说不定还有强行先手的话也是有可能。嗯，是的，我这招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下出来吧。就感觉就是这两个明显被先手便宜、嗯、但不走的话这个靠段也是很难缠啊，很难缠。嗯嗯，就是、头大了，看到这个靠段头大。嗯嗯，所以白棋似乎有点难办。嗯，他现在也在考虑。那如果落后手的话，第一黑棋可以对这个子产生某种压力，对吧？跳出来。嗯，如果你虽然能跑，好，这个负担也蛮重。对，我再跳以后这边是一收根的话都会进攻。其二的话，当有一天我把这个空，这里一打入的时候，这个全盘空似乎白棋有不足之嫌。是的，有黑棋两条边。嗯，只有上面这一条白棋。嗯。咱们看看白棋有什么好的办法。是的，他现在是往前跳了一个少儿式。哦。他是也算间接的把刚才这个补了吗？嗯，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步棋。嗯嗯。他是不肯单纯的去补棋，就是上面这里。嗯，那如果靠断呢？对方？那我现在有没有可能？场上还不可能。反靠？有可能？有点想反击。有点想反击，嗯、是吧？嗯。对，或许先。靠这种可能性吗？啊，是这种。如果基本上这一壶走，我在胡，嗯，借着这边的劲儿，这不好走。对，防守有长、嗯。所以这个跳的话，也是补上面的一种下法，对吧？嗯。大家也可以看职业棋手的话，面对自己的毛病或薄弱环节的话，其实他有许多种补强的办法。是的，是吧？他也是在利用你的弱点，也是一种补强自己的一个方法。对，并不完全是，比如说自己单纯的补。嗯，他这个好像是要追求更高效率。嗯，跳。所以黑棋很难受，是吧？嗯、他现在是尖上。对，尖。嗯。这下白棋便宜了。对，可以这么说吧。如果
黑棋当然这个是绝弦，对吧？你这靠也不成立。嗯，但是好损。对，渐渐补上了。嗯，这也是一种补的方法。嗯，同时他这边也瞄着你这个的问题。嗯嗯，托加西选择了小尖补。嗯，依然是强调这个靠断的下法。对。哇，哦、这个。靠这个。这白棋。好像挺有劲儿的。嗯。白棋有点力量了，嗯哼，这棋有点意思。要在这个地方把黑棋给这个打穿吗？嗯、特别是黑棋已经补了一手的情况下，白棋依然要把黑棋的空破了。嗯、我想，秦耀烨的棋还是很有力量。嗯，挺狠的。挺狠的，嗯，真是连这点空都不给黑棋。嗯、对，黑棋这时候如果我搬的是二十，那肯定是断了。对吧？他不会选择顶这个。啊、哦，那顶完这个，顶完没有味道了。对，所以你断的话，我随便走的话，我已经很安全了。嗯，断我是必然的，就是。嗯，他搬的反击这一断。嗯、断。这个吃，这个打。好、哦，这也可以冲下去。嗯。显然，托加西的话也在。在考虑。考虑，嗯，他肯定也没想到，陈耀烨就这么入骨的强行破空。是。嗯，是的，这个咱们看看他实在怎么硬的，大致也就是搬吧。嗯，好像三路搬，如果就往三路上立，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吧？啊，立的话那就已经给大家摆一下，如果单立的话，嗯，第一已经自认倒霉了，是吧？哦、搬了，他现在是搬了，嗯，那么肯定是断，强行的，这产生战斗了，这里要作战。对，这断好像是黑白棋关联的一手吧？嗯。啊、哦，断了，断上了，嗯，立马就激战了，是吧？嗯，咱们再给大家摆摆这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对，嗯，看一下，如果打吃，哦，翻打下去，下去，嗯，这个黑棋不可取，被打穿了，穿了，嗯，白棋以少打多，嗯，把黑棋打穿，对对对、嗯，这个太不能接受了，嗯、这个等于说是这个条约是没法签的，嗯，那么只能反击，只能反击。嗯那么我就打穿这里，嗯，粘上，我也一粘，一粘。作为黑棋来说的话，肯定要阻断，对吧？嗯、阻断。这个，那我这个做活是搬一下。这个的次序，嗯，挺好。这个次序先，为什么呢？嗯，这下似乎冲不着，如果能冲着这下，啊，那你可以虎。对，能虎。嗯嗯。哦，你现在如果冲我的话，嗯、我是正好可以挂吃一下，挂吃一下，嗯，这个眼位就有了。对，这个眼位就有了，嗯。再把这里都撑上，撑上全部都撑满、嗯。对。那么如果粘，那我像他是要使出这一兜。对，似乎只能兜，嗯。如果是打这个，这里是活不了。对，这个爱好者的话应该是。死活基本功比较扎实的爱好者应该是能知道这个死活是有问题的白棋。嗯，做不活。做不活，因为你无论虎哪个，我都是一断。对，虎这个这可以断。嗯，叫叫吃，这边可以断。断。嗯，对，还是一个气劲。没法做理。嗯。好，他们跟我们下的一样，他就是打到这里。嗯、打到这里。那、嗯、这样，似乎双方必然、嗯。必然。就好像这口气，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悬着。对，坚是必然。嗯嗯，因为这个只有尖能分段，冲冲，这个稍微延一下气，嗯，这一冲断，是这一段就垮了，嗯，两点剑合，白棋逃了，尖、嗯，嗯，他已经尖了，嗯，你就搬，基本就搬，嗯，粘上，冲，这个是你的，都打。是必然，对，就这样子。嗯，因为黑棋是不能下去，对吧？对，下去一粘，这个死了。是。当然，大家也说，哎，我能不能跑？好。被打吃。嗯，白吃。这时候要注意，黑棋是一搂，白棋是死了。对。我吃这个的话，当然是活了，对吧？这一粒。这个二路要点。嗯、对。所以说这一搂，如果拐的话，他就一粘吃。嗯。这个白棋棋不够。是的，甚至他也可以再搂一下，
是吧？直接打这个也可以。哦，直接打这个，那打这个更简明了，对吧？这个是最简明的了。这里没有，他就只有是都吃这个，利用这个地方的。好像邵老师这样子看，觉得白棋也是够撑的。对，实战也这么下了，搂一个，是的，这一掉，打出这个，基本上是必然。我想这一串下法对。两位职业高手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下法。最重要是那个双方劫材的话，怎么回事？对他们也是利用这个30秒，每步棋都稍微慢一点，对，然后往后看一看。因为目前白棋、黑棋打劫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劫材。因为就是在打完以后，首先第一提，黑棋下一个劫材就对有点困惑。如果找一些小劫，比如这里冲的这种劫，那就不要了，那就不硬了。因为这下一手这个吃，下一手还有吃，这个劫小，这小。如果冲那个也小，这个什么时候被这个吃掉的话，有点大。对，主要这边都整体都要那个孤棋了。如果你要这个劫，我吃，你再冲，我再吃掉的话，大家会发现，当初的黑控已经差点被变桑田了，是吧？这个不但是空被破，同时黑棋这两块也成为孤棋了，都是薄棋。这点收获不足以弥补。他现在是先冲了一下，还没有，就是黑棋也不能轻易开劫。冲。况且你这个劫材得好几枚，是吧？白棋还可以长，白棋还可以跑。等你再打上来的时候再解消，那更厉害了。对，又损一手黑棋。他是先靠了这个，现在靠这个，他就先把这个问题呢先留着。下面看你怎么走。等于白黑棋也是在寻找新的头绪。说不定黑邵老师他是不是也想创造一些劫材呢？也是有可能。对。但他从另外角度也在思考，就是说你只是破了我的空而已，如果我在上面能找回补偿的地方的话，那么从实力角度来说是平衡的。平衡的，是的。就是当如果没法吃掉白棋的话，那么黑棋也会选择一些补偿的办法。所以说涂家熙也是很稳定下的这棋局。对吧，也不会冒太大的风险，是不会说看到这样的就急了。对，顶吃。顶吃。这个也是一个选择。顶吃跟打吃这个区别在哪呢？这打吃的话，我有可能会逃。他会打吃呢？就这可能性不算太大。就是有这么一种的这个。会打吃这个。那我这个是算损吗？大概是这个，打吃。那我就有了劫材。有劫材，但这个劫材这样被吃的话也有点大，但是你这个劫材的话你得好几枚。这也是一个可能，也就一样了，还原它也是卡吃。你吃这个，他认为这个没什么变化，没变化。打吃这个不能单独为了劫材这么损，因为你这只是一枚劫材，这个你得好几枚。所以白黑棋也是转地了，转地，他就追求实地平衡。是，你破了我，我也破了你。提这个。提劫，白棋就是不给手。提劫。他希望黑棋补一个。那黑棋可以补这。是吧？外面，这提劫，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活呢？直接糊。这样活得干净。刚才那样子也有一点点。不安定。做活了，是做活，将来这个子还有点活力，还有可能可以长出来。是，好像应该直接走。大家会发现这一后的话，黑棋将来是准备这么杀的。对，直接、就是、是吧，这多了几个子的帮助的话，如果没这几个子再有一冲的话，你黑棋这边的话是 有点薄，对，有问题的。白棋提个劫，提完以后就不走了，还是有一点欠缺，不走好像也是有危险。这个提，如果你走退这局部是死的，是吧？这个先手
船上。船上。这个是死的，很危险。是的，好像马上如果不走就可以来了，好像。对。这个。这个打吃，他加上这个。对。很简单了，这三个字逃不出去。嗯。嗯。得补。得补。但是这补。同样要补的话，那如果要补是没有必要交换这一手，嗯，因为这个打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嗯， 嗯，虽然白棋目前不太可能从这边藏出来作战，但毕竟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可能性对这边来说就稍微有一点呼应。哦，他走完这个，然后是要飞，要飞。哦，他不肯补，可能还是虎子刚才比较。但从目数角度，好像这个虎也是可以考虑。是。嗯，那想撑一点，是吧？嗯。那黑棋是，哦，吃这个，啊，哦，吃，嗯，对于这块还是有点想法，嗯，他也是想稍微搜刮一下，嗯，那我如果打吃呢，嗯，下一手，那肯定得藏，如果提这个不太好，嗯，我再一卡吃，对，这一卡吃的话，单纯为了吃这一子没有意义，嗯嗯，这个再打劫。就不太好找劫，也许这个都不见得是劫财，是这个提了，这个太大了，这边对这个不太可能，嗯，所以多半是会藏藏一个，嗯，得粘粘上，嗯，是大致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先给他们 先预测一下，设定一下，嗯，基本上会是这样子下，嗯，这样下冲出来，冲出来，嗯。要吃，嗯，走，嗯，这个是先手，嗯，先手，就是黑棋，白棋这块棋能不能做活了？嗯，大家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交换的话，白棋它拐出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嗯，很有力。先多一个子，这个被白多一个子，白棋出头就不是很畅，封住了，嗯，不舒服，只能在底下做活了，嗯。白棋这个当初提的话，是不是还是不如补一个那么？补一个就是比较稳健，嗯，对稳健，他这个实在是还撑一道，撑到哪儿？咱，嗯，看一下实战是不是跟我们哦，基本上预想的一样。看来接下来就是一本道，嗯。哎呦，这个双方也下得很快，也没有过多考虑。嗯嗯，哦，先没有滚包，先搬。看一下先手，黑棋是要粘的，这个本身目数就很大，其二的话。粘完以后是先手，对，看白棋怎么活，白棋还得去做眼，嗯，这里的次序基本上也差不多，粘上，粘上，嗯，滚包好像是想滚吧，嗯，还是挺愉快的，这个保留也没有必要要做这个眼嘛，嗯，如果不滚包，黑棋的确有补一个的心情，对，哎。他又退回去了，再考虑一下。他刚才似乎是想要直接立，直接立，嗯。我们想黑棋有可能会退，把你滚包的地方给补掉。那显然是已经过了三十秒了，对吧？对，他就用掉了这一次，嗯，用了这次。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实战的话，顶镜头也是很有意思，能品出一些东西来。对，像前面我们就能感觉到，啊，程瑶也是犹豫了一下，犹豫了一下，嗯，这三十秒就过去了。对，直接立还是没有选择滚包，立了。嗯，那么作为陀家戏来说，是不是有心情呢？补一个的心情呢？尝一个。嗯，实战。看看他走了什么，嗯。双方都给对方留了一点余味。哦，他们两个对这个地方的实地追求。尖顶，尖顶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招棋其实是一个，白棋可以脱先。嗯，脱先吃掉。对，我已经活了。嗯，就是目数上的问题了。哦，我明白了。嗯。嗯，首先这两块死活题咱们一定要搞懂，才知道它尖顶是什么样的含义。哦，嗯，如果这个棋，嗯，这个挡是黑棋是先手的话手，那么这块白棋是不活的。是吗？我这边是在这里。它急，
哦，上面这个也没有了。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大踏步的点入，哦，是联络的黑棋。你看，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是黑棋可以爬回去。就多个子的话是可以爬回去。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翻，它可以加回去。这里眼被一破就已经跟外面这里就没有关系了，这个眼已经没了。所以说它在适应手，是看你是长呢还是并，对吧？如果你长的话，那么挡就是先手了，一走是一提一走挡先手，这样你一沾再一亮招，我一亮招没有问题。如果你并的话，已经先损了，先损。先损的话，那么从目数上的话白棋已经亏了。对，所以这在快棋中的话，这个驼夹棋也是下的了相当的细，也精特别精妙。白棋兜了，滚爆。这个白棋也看，先利用一下时间，看出了黑棋的意图。他也觉得不舒服。那就是白棋刚才这个撑的其实还是有一点，还不如十二。您刚才说就是虎上，对虎上，然后补的话，我可以跳一个。这个棋形明显是比提和飞飞这样形状好。好是粘上，这样一个是先手，先手，然后下一手。但这也能说也能逃，你如果走，但是我如果压到这边也是挺损。但黑棋这边外面有借用。他们看看白棋怎么补活吧。对白棋来说的确是挺难的。冲完想补了是吧。冲完应该是轻微的，这个，要团了。这个还是挺痛苦的，这一串黑棋相当有收获。对，等于不但把你封住了，而且我这边走一个收一下关，下一手也巨大。等于白棋这一串走的在里面目数很少。就看黑棋肯不肯先手把这吃掉。补。这个大家得粘。白棋有点无奈。这样子，刚才直接说那个尖的时候是有点不明白，邵老师一讲就明白了。他现在是没有，还是应该吃掉吧？这个吃掉还是巨大。先手。但吃完以后，大家会发现，把这个子打拔掉，得补活。补一个吧。补完以后，我这个提是先手。是，就外面等于又厚一点。对，这本身目数巨大。这里打拔完之后，哎，好难受啊，白棋。驼夹棋，先担心这个走不着还是？他先去走了，他是不是也觉得你不会走呢？这个本身是直接把那个子夹掉是很愉快的。还是想走吧，因为这块棋的话，横冲比在外面大。如果我走了外，吃掉的话，如果你走这个，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弃了。就是如果你搬这个，对吧？我完全扛这条空吃了，比这个大。几个是杆子。那等于走完这个棋局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倒着理解的话，就是黑棋在白棋地的时候，黑棋没有选择尖这个，是选择了这个。走这个啊，白棋补活。让黑棋在地这个走这个。是。其实刚才把这个棋加掉也是，把黑棋的权利是，对，应该能走到。这长太大了，关键长完以后这个棋形，这个有点不安定感觉。对，瞬间就觉得有点薄。打劫，提劫，不提劫被这一冲的话，这一冲完有棋了。就是当初这个尖的妙味就没有体现出来。是的，他现在只好去提个劫。这个劫白棋挺轻的。是白棋挺轻的。黑棋他现在提劫了，提劫白棋，但是肯定先找一个劫财吧，所以没有亏的理由。那就什么冲一冲底下，冲有没有可能性呢？先走这边也暂时动不了。走这个他压住，压死了。对，拐这个他藏这个，是，所以白棋中间两个字不太好走，他是点了点。哎呦，这也是陈耀烨比较锐利的犀利吗？点如果我尖呢，
有关系吗？嗯，冲断。冲断我第二路痴是吗？对啊，冲断我二路痴也好像无大碍啊。杀气不行。嗯。嗯。冲断这个。可以嗯，冲断上面呢。那我再补呢。补一个。现在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嗯。这更多是找劫财。对，那么如果白棋黑棋想劫财少一点的话，就单跳一个，单跳是吧？这个比较安全。尖一个的话，它就是有很多劫。哟，这个走这个白棋黑棋是脱先了，黑棋啊，少二十。哦，黑棋挡、这个、黑棋挡了一个，挡这个，对，挡这个是什么一个用意呢？他也先问一下，这个有点像打将啊，是有点像不知道下什么。这任务是先手是吧？嗯，这的确是黑白棋如果不走就被打拔是死了，是死的。但是黑白棋先挤了一下，就把这挤中了。这个再冲这个，然后他现在一提劫，哎，这一下这棋局下的有点意思了。是这个那么有没有可能吃这个呢？吃这个的话，他利用这个冲。哦，这有危险。嗯，有可能人家连根从这打爆了。对。嗯，那这个不能退啊！一退的话，对他现在一退已经被人家便宜了。是，他现在手回来就行了。提了一下，哎，把这里提一个。啊，先把这边的隐患。同时也是要把这个补上。把这边隐患先补掉，是吧？嗯。提，那他这里要有大劫了，因为白棋也不能退。但先提的话，你以后再吃起来就麻烦一点，嗯，是吧？是他可能就哎呀，这个那有可能人家直接脱先了，对吧？把这个吃了，巨大。如果你这个弃掉，哦，这里损失也是惨重。你再补的话，那就等于我提了一个，等于你吃掉这个时候。我提这个，你又补了一个。嗯，你本来是完全可以补到这的。啊，对，就是这手棋完全可以省略掉。白水一损棋，还一目棋。是的。那白棋可以选择很灵活的转换嘛，是吧？嗯，好像是可以。这黑棋似乎有点问题。果然冲了，沙老师，他可能接下来就要断。对，大家看，如果断完以后，就会发现还是很严厉的。嗯，这里是必然这样。嗯。那么如果把黑棋在这里脱先的话，白棋这一拐相当舒服。对，这下一手有一下。嗯，像我们前面所说，本来拐的时候黑棋是这个是形状。嗯。现在补法藏这个。气不行了。对。嗯。这个被夹，这个。死了。死了。是的。啊，他其实是找了个劫，这个白棋。哦，这是当劫财用的。对，他冲了一个。嗯。他们的目光都聚集在上面。嗯。他们要在这块棋这个边上这里打这个劫，嗯，啊，黑棋又提了那个，两个人下的挺有趣的。哦，提这个好棋啊，但你不能吃这个，你吃完这个我就直接把这个把这个打吧，啊，对，就刚才说的一样了，是啊，就这样以后你提的话我是沾这个了，对吧？我绝对不会提这个，是的，因为我沾这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也是进死，嗯嗯，这个被黑棋赚到了。啊，等于是，其实他从这个挡之后，他有了劫财。嗯，这个也许陈小野当时没有转过弯来。嗯嗯，当然，陈小野也觉得，就是就算我沾上的话，这一串就是我没占到便宜而已。对，没占到便宜。嗯，又回到了起始点。嗯，他会沾吗？他不沾，还有什么样的下法呢？对啊，他现在、确实一下也。外面想走一下，因为外面也没有合适的劫财啊，现在转换不行啊、转换不太可能，现在是来不及。嗯，任何打吃也没有，哦，没有是吧？这拐这个就任何东西都损了、对，就这个无法抵挡被别人这样吃掉是吧？是在那个、哦，他就是沾了，沾上那还是算了、算了，就是这个地方的劫就先等着。
白棋错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对，刚才是、嗯、本来是一个转换，白棋便宜，嗯，那黑棋就回到下面了，应该是吧、嗯、因为黑棋断然不会提这个，嗯，提这个明显是比这个小，是，嗯，要么就接，要么就跳，跳一个啊、嗯嗯，绕了一圈回到了原点，嗯，就等于这事情谁都没有发生过，是的，嗯，一切又像刚才是那么平静，嗯，那要提劫了，嗯，所以不提劫也找不到好的迹象，对，一下也没什么走的，嗯，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提头还是打，打，嗯。提劫提了，黑棋下个劫材也是有点意思，嗯，直接如果就俗的找冲的这种劫呢，就是冲这个是吧，对，冲上去硬我就提，嗯，提这个，我好像总是白棋轻一点的样子，白棋可以找的劫反冲，你再提这个啊，白棋会不会就是在别地方连走两个，但冲这个也有不舒服的地方，嗯嗯，怎么说呢，嗯，如果将来在后的话，比如说有个提的话啊、哦、本来是可以官子的话是加的、嗯、是的、嗯、因为加完以后黑白棋只有一二三目，你冲完以后才一二三四五六，损了三目，是从职业棋手角度来说，这个劫也是这三目还是挺痛的，嗯，他走了一个哪，掉了一个，掉了一个、哦、然后黑白棋现在是掉，嗯，因为他找不到合适劫材，也是在提防你打劫，是吧？嗯嗯，那还白棋这个冲的意思就是要来了，冲这个，对，嗯，这棋下的有点意思。如果你挡的话，的他先打吃这个，嗯，粘上，粘上，嗯，他打吃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呢？甚至他先粘一个，先把你的劫材给补了。再打出这个、哦、走，说不定就拐一下，然后拐一下再打劫，嗯，或者是这个，这黑的负担好重啊，他不是打劫的问题，他就度过了啊，已经死了，对对对，他就不打劫了， 嗯，暗藏杀机、这个确实这下吃不消，嗯，他实战是冲冲起提了一下，提，嗯，他这个是先手，对，这个暂时还不能打劫，打劫这一冲的话垮了，对，没有气，粘上就粘黑棋提，哦，嗯，其实就等于是老师刚才我们说这时候虎现在暂时不着急，对，嗯，因为它这个交换完效果，这个暂时是安全的，嗯，还是在打这个劫，嗯，哇、哦、哇，这棋下的越下越刺激，是感觉他们好像都是招招都是要夺命的那种，哇，什么意思呢，我应该只有吃吧，如果吃，嗯，要粘上必须得 吃了，我是吃还是提，一样一样，这就是我吃，那是你的，嗯，就算粘上粘上，他提这个是吧，哦，我这棋我就是想忍耐也没法忍，嗯，还是打劫了，对，这打劫如果没有合适劫材，哎，真的没有太多的合适劫，这里有点，这里好像已经没有劫了吧，有劫有、哦、可能有掉在哪儿，一路，嗯，对，是，但这样有点像白棋好像在，哦，不，这有个字，那就是，嗯，但打赢的话黑棋白棋有可能也就这么捞空，是吧，你踢这个、哦、把这个把这刷了，绞死了，嗯嗯，面临选择，黑棋选择，嗯，现在他是哇，嗯，哇，是不是准备把这个气了呢，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刺激的下法，嗯，咱们就提这个可能就都不要了，是吧，哦，不要了，嗯，行，那我就粘上，那我就走，嗯，走，好像感觉这样黑棋也还可以，这白棋的收获也是不小，同时的话你这边，这边薄，这我得马上补了，嗯，这下一手就得补一个，那么你白棋回到上面，哦，他现在就是这样下的实战，嗯，棋等于是黑棋就妥协了，妥协了，嗯，现在是粘上的石头里搬，然后这里没，哦，他没搬，嗯，这得搬，大致得搬，因为是先手，对，
就是权利。坚守。这样。其实白的也还行。嗯。为什么呢？就等于当初你提结的时候，嗯，我选择吃这个，只有你提掉了而已。本来这是你的地方，哦、对吧？对对，本来是黑棋打吃在外面的。嗯、是，等于我吃了一二三四五六，吃六个子。嗯。也有收获，获得二十目，嗯，也是可以考虑。是，但就不知道这一点的话，能不能卡点油？嗯，卡点油，嗯，确实是靠下去也是。咱们看一下，这靠下去好像师傅能卡点油。如果你搬的话，那非常，我只好二路溜过了。嗯，这个还是有不少收获。嗯、将来的话，一顶一挡。哇，这个外面也是、嗯、都是黑的了。都是黑的了。嗯。如果你尖。尖。它可以选择立。嗯。哦，可以这样。嗯。哇。对，因为现在外青年的话。可以搬过。对，搬过也行。如果抢先手打吃也行。哦，打吃哦，这个先手把这个地方就给卷掉了实地。这也是挺厚的。嗯，这样有这样的下法。嗯。但是他这个补也是有一定道理，他是担心这个是吧？对，这里是有棋。有棋，如果这个、嗯、直接就可以断了、嗯。但是黑棋有没有可能性？比如说，嗯，通过棋这个，然后吃这个呢？啊，就是上面像这样子的时候吗？对，有没有可能性呢？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些下法。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宏伟的作战计划。嗯，因为这里是一、二、三、四、五气。五气，嗯。如果我能把你这边全部包住，包住的话，我这个说你这个暂时冲，怎么团？团，团的话你死了还一、二、三、四。哦，我还得先冲，先冲完了。对，然后我只能退，因为你这个尖先手，你这已经延成五气了，对吧？嗯。如果你冲不来的话，假设我把你分住完以后，好像我这一退。哦、不好做眼。嗯，如果啊，不过这个在三十秒里面，邵老师就把这个都看清楚，也是，就是一种决断了，对吧？嗯、如果黑棋觉得形势不利的话，那完全可以拼一把，把这木手先捞了。嗯，那实战黑棋底下很多，嗯，稳健。对，他现在是那白棋必须得补一个，他再打入，他也是其实转了一圈又回到这边了。嗯。这个大，走走走，跳跳点的话也是防止这边脚上的靠之类的。嗯，这样哦，尖做活了。嗯，反正这个一尖的话再不活。嗯，我们给大家稍微判断一下形势。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八十九二十目，就这算十目的话三十目。嗯，三一三二三三四五三六三七目，四七八目。等于说是四十七八目吧，嗯，但这个薄一点，薄一点。这边是搬一个，粘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七八九二十二一二三三五六七八九三十三一三七三八四六三七，取决于这边的话，黑棋能围多少空的问题，是吧？嗯，中央黑棋有一定的潜力。如果这边都没什么目的话，这盘面的话也可以起。不一定够，嗯，要看它中间了，嗯，它这个为中伏的意思，嗯、它是长的，长的，但是这围中间也是要需要点代价，为什么呢？你围完以后，这边如果被别人再先手动完的话，也损的，也有损的，嗯，这个棋走了这圈，看来白棋这个地方的实地获得的还是挺大，嗯、对，但如果黑棋的话能。把这个捞完一票，哦，就能再回首到这一步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他现在是靠在脚上了。嗯。嗯。挡，他敢爬进去吗？那他既然走了，如果是搬的话，也收空，有实地便宜。嗯。嗯。如果是走这个，我是立。嗯。确实也是，这边都有接应。嗯，虎的话拐一个。气好像嗯不太够，这样子好像不行，不行，嗯，大概是大致就搬过，嗯，实战我们看一眼，他是还没有走，实战他怎么下的，嗯，搬，
端的会有什么变化呢？嗯，如果我厂不肯给你便宜的话，反击。成。好像其实也差不多，邵老师，我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是不是也是退啊？你有退第二，也有可能打上来的。打一下，嗯，我粘，再打一下。对。哦，九千手便宜。嗯、但能，单退也是退。对，他是这样，那就跟那个一样，白棋如果长，黑姐就爬过。是。那白棋压一下应该是不亏了，是吧？嗯、压总是你。我。哦，邵老师，我顶一个是先手，邵老师。哦，我搬一下。对你搬完了，我还是要跑。那我再补往上补不便宜吗？那他就这里走啊。哦，这里挡，有可能挡这个先手是吧、嗯？跑完以后，什么打打都不啊、嗯。他实际上选择了。他就没有压，他就直接提了。嗯，他是否还想？他想什么？这里有子啊。对他想以后靠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嗯，所以。靠了翻进去，对，嗯、想残留这样的一些余位。嗯，黑棋就补了。嗯，黑棋补。嗯嗯，那这个效率很高啊，是吧？靠到一下。嗯。本来如果没靠的话，现在可以小尖。小尖一个。是。嗯。靠完了。嗯，他如果这么围住的话，这一下子失控好像就接近了。对，好像这里增长了不少。增长不少。嗯。嗯，他现在我们看一下实战，白棋会。哎，他什么时候这里断了一下，邵老师？嗯，那打将。现在断的。嗯。就像这个在中间虚花花的地方，要瞬间下出最佳的下法，也很考验棋手的基本功啊。嗯。还是先从这边压走两下。不亏。继续通过这几手获得时间。这个中府的选点这个时候很关键，很关键，因为这个棋局有可能很细。嗯，如果稍微的差一路的话，就可能差好几目。对，好几目差不起。嗯、搬，哎呦，这个能搬进来吗？他挺狠的。如果能搬进来，这一段事无必然，这争子。争子不利。谁不利？这个白棋争不掉黑棋、哦。那是准备搬一下跳家。是这样一个概念吗？这样也很有风险啊。是，看着一下子有点懵，这个地方他是要走什么？白棋黑棋如果反扳的话，白棋是想干什么呢？他便宜了，他在就拐打就压起来便宜了是吧？看不出，那就是便宜了这一目棋。拿下。哦，断了。嗯。你来了就都留下吧。留下。嗯。把一切都留下。嗯，这个那就这个头绪在哪里啊？不太现实吧？白棋如果从这边打，跑，嗯，这个连根练出来现实吗？啊，就推车，这能跑回家吗？看着好像有点遥远，飞的话就有冲断，这里还可以靠。对，这个他就搬了虎出来，啊，搬了跳。哦、嗯，是准备跳的。这个就是一个影子。影子，嗯，那肯定长，搬。他就搬。那等于是拐一个了。嗯。冲了一下，要冲吗？这一下。冲的话，那被人打到两下。哦，多被打一下。嗯、这能吃掉白棋吗？好像选点的话，我可以压在外面。对对，嗯。那先不冲。哦、先不冲、嗯，就是为了不让他打到这一下。嗯。但陈阳叶也挺狠的，邵老师，他就压上去。那要作为国家棋来说的话，那冲的话，现在也能冲着。对，不着急冲、嗯着急。而且我是不是可能是单断在这边的？嗯。但是陈阳叶这个压有没有把握？正常不就是这么补一个吗？他是不是判断形势觉得不一定好？不乐观是吧？嗯。这里毕竟黑棋跟刚才相比，这增长的好像十多目。这个压，那拖家棋得反击了。这个如果再退的话，对，不好退缩了。这个再飞一壶，这跟刚才差太多了。你再补一个，跟当初再拐过来的话，嗯，就明显差了。差了一步。对。至少有四目。四目。嗯。
这好像是决断 了，咱们这个时候咱得看一下，看看断上去怎么回事。我先给你搂一下。哎，这个是白棋的权利。打，长，好，走，贴。这我就觉得这个程咬叶还是算路这么精准。再贴，是这样吗？那只能再长。再贴回去。我如果一飞，好像你就可以冲断我。就是得要贴。搬呢？搬。断。我如果搬呢，邵老师？我反搬。我这个打了，稍微气掉一点，我打了贴回来。反搬。这样。这样。掉了哦，我不仅补不回去了，对，被挖死了，是吧？你从上面这个粘先手的话，好像也还好。对，如果我粘上的话，这个粘上我就回家。回家。你就从这儿把我吃了。他这吃的话，吃这两个，这两个也有可能被连通啊。对，这个虎好像是先手。这断了不行。这个有没有好的黑棋？有没有好的办法呢？这退缩也不行啊，这瞬间也是很考验黑棋的。在30秒里面要马上的做出反应。单兵作战能力啊，他就是断了。哦，但是他先靠了一下。靠这里他想要可能有一些借用。这靠应该是个好次序。这样子的时候。他暂时，白棋好像不能不应吧？不应该这的话，这本身就出事了。我一断已经这一段跟这边已经没关系了，这个可以冲的话。这个就死了。对，这个外面死再多都没关系，现在就是比控了。对，挡现在是只有挡。那挡的话，他再搬一下吧，很想再搬一下。他搬一下有可能是后手。哦，是打吃就粘上了。这个咱们跟布局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对，这个时候提就提了。对，后半盘的话就是以目数为标准了。这走不到。那么可能是靠一下，看看有什么妙用。对，他揉掉。似乎陀加西胸有成竹，咱们看看，这个是必然了，是必然的。咱们就先快速的给大家先摆一摆。贴，我还只有贴。哦，这个它有这个用处。在你搬的时候，它是顶一个，可以顶了。它再断着一下，有用啊，这里有用。现在他们也是快速的下到这儿。那么陀加西的下一手，先搬。搬这个不是也可以？你这个没法断，断我打吃没问题啊。只有跑。跑，我可以滚包。啊，对，我先手连路，是的。这没有问题。好像可以。搬这个也可以。他又是搬了这个。我搬这个，搬这个没变。如果你搬，那么我肯定就顶了。一顶，是不是一个呛死我？哎呀，只能转换了，好像邵老师。这个好像黑白棋有点弹，你如果吃这个，他吃这个，你很难受，是吧？你粘这个，那对方这个接先手，一个粘一个冲。如果你提的话，等于已经被打穿了。对，这个地方。那这个被控被迫的这死的话，那肯定是等于说出棋了。对，这个直接就是感觉是个崩溃状。对，白棋。对，那显然这个还是陀加西的计算。这有一靠这个地方，略胜一筹。如果直接就是断上去这样突过来是不行，对，就先迂回一下就可以了。对，这个是实战打吃顶打吃，那么陀加西肯定就挖吃了。挖吃，那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它应该就是会这样。粘这个行不行啊？现在，邵老师准备全吃。那粘上，跑出来。跑出来，打吃。粘上。粘上。这是什么变化？这比较复杂，是吧？这一下子。这有点复杂了。什么？只能就现在粘上，然后冲下去。
就他抹单肠，单肠也一样，一样，他也是拐。是。那我可以加这个。咦，挺妙的，可以回家。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这样冲下 去，好像也可以。你看这个。稍有点底下它也能火，有一点复杂，它没有选择，它就选择直接打了，打了这个，这看上去的话，整个形状看上去就是黑棋很漂亮的形状，对，所以打穿了，对，白棋也无奈，只能去吃这中间的四个了，它这个棋形的话，应该是像这样，应该是黑棋感觉便宜了非常多，打吃，这个补这个吧。不吃，棋形很完整，同时先手，这下还必须得硬。那么黑棋最终如果能回手这个，那白棋等于是，就是等于这四个子和上面这一片的交换。对对，等于最终的白棋的目数本来上面有十来目，对吧？现在也是十来目，八九十，十来目转到这，但是黑棋这个多了二十，太多了，是的。这个整个应该是不能叫做转换了。这里黑棋是使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可以算是一个巧劲儿吗？应该是从计算角度来说，应该是比白棋精准。下得很漂亮。那现在这样的话，应该是从大势角度来说，应该是不太够了。就是胜负好像没什么悬念。对，但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点点墨。对吧？前面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目。这是一二三四五六，25目，25目。这个算十目吧？35目。36、37、38、39、40、41、42、43、44、45、46、47、58、90、52、52目。52目全盘。这个黑棋的白黑棋是，12、34、56、78、90、11、12、13、14、15、16、17、18、19。37目，这不37目，38、40目，这已经40目了。哦，那这个的话，你就搬的话，12、34、56、78、90、11、12，这就已经52目了。是，那就等于这个是天目。这个应该是黑棋大胜。差距还是挺大的。下到这个时候，应该是我觉得双方对整个棋局的胜负应该是。他们都了解了。都很清楚。这里白棋外顽强一下，黑棋阴棋不闹事。上很长，白棋还是找一点事情做。对，其实白棋就粘上吧，就给你先手，那也可以，也可以，这完全可以。就是胜负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对，应该可以说是胜负已定了。搬一个，还要搬一下。你再搬的话是权利，为什么呢？你就算走完以后的话，也没有气，也没有气。没什么气啊，他们其实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你这样的话还打是在这里，是吧？所以你想利用这个扑，我打这里的话，以后你这个尖的扳针变成后手。损两目。没什么便宜。像如果做黑棋来说，要补的话是补在这的，对吧？对。像你这样，我可以粘这个，你尖我可以挡住，可能也扳针变先手。好，是的。他就还是走了。还走了。陈阳也刚才的手拿回去了，之后又还是下了。陈阳也认为还是把它断掉的话。有可能还能有点机会，对，头绪会多一点。他打吃，应该是断了。这个他还没打吃，打吃，打吃是必然。这个对双方来说，这个咱们看一下棋局。断，粘上，粘上比虎好。虎上的话，以后白棋补回去之后再打吃，是先手，因为这个跟气已经没什么关系。粘上，好一个，黑棋就补一个好了。对，很稳健。很稳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差距比较大，咱们就看实战的进程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陈阳也更多的。也就是看看，把各个地方定型都定完了，就没什么变了。因为这盘棋已经没有太大的悬念了。是。因为黑白这个转换，不成棋为转换了。明显是出棋了。是。
程。没有关子了。对，大的地方也就。嗯。主要是棋盘太小了，已经下成这样，是没有可以再拼命的地方。嗯。这时候棋手更多的是在缓解内心的情绪。哦，调节一下。嗯。调整一下。这个尖。尖，那黑就硬上吧。嗯，黑棋硬上没有毛病。嗯，本身也挺大。嗯，那陀老的话，陀老依然还是保持差不多的姿势，对吧？对，他好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嗯，所以现在说年轻棋手也很难看，从他的表情上看出形势，嗯，到底怎么样？嗯，大家都称陀老为这个，就是陀老，是不是因为觉得他还是比较沉稳呢？嗯，我想以前跟他的以前的络腮胡子有点关系。哦，是形象方面的。对。嗯。因为也许对陀家棋比较熟悉的棋迷会有点印象。嗯。以前陀家棋是。他下农心杯的时候。对，是留有络腮胡子，现在是刮得很干净。对，那个时候很个性。嗯。所以这样就被称之为陀老。我想有这个原因吧。啊。嗯。一个戏称是啊，继续走。其实黑棋现在就只要都跟着应就行了。对，二路挡应该是最大的一步棋了。嗯，白棋想要逆转还是太难了。太难了。飞一个有可能，二路小飞。哦，他就跟着硬，他就都走上。嗯，他觉得没关系。嗯，是，他就觉得都看清了。嗯，那么白棋是会跳过吗？还在走。嗯，打吃一下粘上，选择挡住。哦，是挡一个木梳好。这里不一定吧。不一定，觉得爬过或者跳过。嗯，不好选择。他是走了。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待了，等待最后的结果结束。嗯，翻一个。嗯，这也是关子的巧手，也不能打住，打住的话就出棋了，就出棋了。嗯嗯，咱们给大家看看，如果打住的话，嗯，来棋打吃，打吃。嗯，粘上一拐，拐成结针了。嗯，这个结针的话看到也是相当的明显。 嗯， 嗯，这里有这种失误。嗯，这个失误不太可能出现。嗯，粘上好呀。啊，等于是一个逆收官。嗯，这个也是本来算作白棋有的东西。 嗯， 嗯，应该补一个。嗯，现在应该会把这个夹住。嗯，引起不闹事。是的。然后是大概应该是这边应该最大了。这里这个也挺大的。嗯，是吧？这个也挺大的，是吧？嗯。但暂时跟胜负没有太大。哦，小尖。对，他哪里走了一个。那黑棋去跳一个。这也不小。这个一二三目。嗯。先挤了一下。那就粘上吧。他还在想，他也想虎。哦，他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在这里。嗯，即便是给你最顽强都吼掉，这个气差的气也不行，气差的比较远了。嗯，咱们看看最终的结束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形状。嗯，因为前面我们给大家已经判断过形势，这
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的了。是，这里跳了，跳，果然是这样收。也没有别的下法了，这个对，这里这棋盘太小了，现在要走估计也都是三目的关子都算大了吧，三四目的。三四目，这个爬的话，我看一下大哥。这个爬。爬的话也是，冲了爬也不小。对，你说。嗯，我看这手是准备恰中间哦。啊，补一个。补一个。还是就是安全运转。安全运转。嗯。其实这种是不是肖老师也是一个敦促对手的一个意思？就是我把我该补的都补上了，因为这本身也是不小、哦、嗯，如果你不走我一打吃的话，嗯，这有先手两目的价值。哦，是陈小叶有可能会冲，有可能会冲，那就是一样，一定要给对方留点余味。嗯嗯，断断，嗯，打一个将，就是给黑棋一个选择吧，选择。嗯，如果你打吃中间有可能会生变。对，打吃啊、哦，他是收了这个官，打吃也不小。对，从官子价值的话，应该是1、2、3、4、5、6、7目。哦，这里差一点。这个是在三五目多。嗯嗯，那拖下去的话，应该是很顺势就把这个打掉了。对，顺手打掉。嗯、顺手打掉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法。嗯嗯，这样的话绝对安全。绝对安全。嗯，打掉了。这样下的，踢掉。然后左边陈小叶打吃那个地方，下一手提是先手也有1/3，差不多就是三目的关子。嗯，暂时不是太大，中间挤一个好像不小。嗯。哦，这里好像是比较隐蔽的一手。嗯，这挤完以后，关的话被白棋打吃，就有可能打劫的可能性。哦、嗯，哎，他果然是挤，安全牌。安全。所以是可以提一下先手。是拐吃。嗯。这个确实挺大。这个然后还有可能有点，对，下有这一提，嗯，白棋还得在打吃之前他先提一下、嗯、提一下，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先手也有1/3目。嗯，这个挡住是先逆收哦，有1/3。嗯，逆收。嗯，其实感觉上白棋这个心情是调整了蛮久，嗯，还在继续看看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不是也是年轻手的一种胜负心呢，他还是不想放弃、嗯、这个不是特别清楚，打吃，然后下面拐我跳一个，跳，嗯，那中间提的话是先手也有1/3，我想应该会提一下，现在这个提他手好像已经要过去、嗯、对，这提没有任何坏处，他怕对手给他顽强，但这个顽强黑棋是无忧解，对，嗯，完全没必要，嗯，黑棋完全不怕，嗯嗯，好，先挖三、哦、他还是朴实，朴实无华、嗯，但这个挖张跟下面拐，下面拐是眼见的四目，觉得这个挖张好像不到四目。嗯嗯，哦，这个拐是明显是四目。嗯，对对，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考验或者较量了，因为我想这时候双方两大高手其实已经看清这盘棋的胜负了，是。差不多补活吧。嗯。你不补活也没有特别大的关子可以下，也就是一目两目。唯一大的话就是。是不是中间？右边挡一个。哦，有点价值。好像有三目、嗯。中间小尖一个，大致顶一个。补了。嗯。这还没什么可走的。这个跟胜负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对。
小倩，这虎也是正招，不然被吃掉的话有三目。挡一个。他们这个官子走的其实也都是走的最正常的，是收的都很好。一般来说，职业对职业棋手来说，这个时候官子最多也就是小亏一目，哦，就也可能只对，就有可能在半目胜负的时候，也许你这方面下错了，也就会导致后果，有可能胜负会反复。但大部分时候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他们在这样局面的时候，职业棋手一般都已经每一个都像那个电脑计算机一样都看好了，这最多的话也就是失误一目。我这时候比如说黑棋盘面十目的话，应该是最后就没问题了。所以一般大家就是说赢定的棋就是盘十。这个时候不能睡着了。对，这个是对睡着的话，赶紧给他站起来。他还会继续收吗？现在都是两目的官子。两目果然我想最多的话就是上面下面四个再滚包一下吧。就是比较愉快，全力。能把对方打成一团饼的话心情上挺愉快的。就是打吃了。对，这个走完好像接下来也就是逆收一目关了。一两目的停中了。停中了。对，棋结束了。最终托家棋三段，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他那个最后复盘那个瞬间，他是认为虎这个在棋局这样子战线拉长。对，虎这个长完这个也许是局面比较难说。可能那个贴还是冒进了。对，涂家棋认为这个这个胜负是在这里。这盘棋最终的话是以涂家棋执黑中盘战胜陈瑶野九段。对，他们现在在复盘。对，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陈瑶野也在强调，这个贴的话是冒进了，是吧？这实际上被黑棋这一靠，一下子胜负就出来了。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战斗，马上黑棋都获了很大的利益。对，这盘棋的话也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在刚开始的时候，陈瑶野在右边的话，等于给大家表演了一连串破控的手法。是的，是的。这个好坏暂且不说。但是他这个手法还是相当的犀利。很有力，很有力。但是在双方在接触战的时候，特别是打劫的时候，都没有下出一些最强的下法。有一些变化。对，但整个棋局也是均势，真是就像最终的话，就像陈瑶野前面复盘的时候所说，这个贴冒进了。如果虎的时候，这棋局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上早。对，就是快棋的话有许多的偶然性。是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能看错。一旦看错的话，你前面形势再好再优势，也有可能就是一下子被怎么说呢，就是反复了。对。所以今天的话，我想托家棋三段和陈瑶野九段给大家奉献了一盘很精彩的对局。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